连接。快点。铁哥，你脸怎么了？别提了，说起来就扎心。哥，子萌也来了，我们一起喝奶茶吧。又喝奶茶？哎，去嘛，我请。待会你干嘛？走啊，另回找米小龙一起吧。哦，我就不去了，我家里还有点事情。那个小龙，你去吧。我也就不去了啊，正好路上跟你说点事。那各位，我们就先走了啊，别忘了明天的事儿。明天你们什么事儿啊？我们一起去医院看队友。哦。走吧。啊，走吧。 阿忠，你觉得我对你怎么样？挺好的。你说过有事不会瞒着我的，对吧？是啊。怎么了？你居然昨天一个人夜里去夜店，哼，也不叫我。我那不是去玩，是去兼职。 偷偷打工的事情，我不想告诉任何人，包括家里人。好啊，挺好，挣钱。我去，这么可爱的杯子，女生送的吧？你怎么猜到的？你这脸都红了，还用猜？哎呀，你这才刚来几天，就这么受欢迎，藏在男校里都有女人缘，不像我，哎，从小就只有兄弟缘。 我就是一裸奔的千手观音，什么意思啊？这你都不知道？令狐冲，你这阅读理解能力也不行啊，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。你们脑洞可真大。不过我不介意裸奔，有你一个就够了。来，啵一个。老师来了。 别闹了，我照来了。